他们几乎全部是北京大学四五十名的毕业生。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因为被京剧的剧伴走到了一起，成为北京大学学生京剧社成员。五十年过去，这些当年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也变了双白，但他们对京剧的热爱从未改变。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又自发地走到了一起，每遇一次老校友相聚，演唱京剧，并为自己起了个名字——乐民京剧研习社。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六三年我是化学系的。这学校第一件事是报道，第二件事是整经济队。第一个没招生，我就去了。有台湾跟王东华这两位，人家第一个还没开正式招生，我就去了。找着那个他们那个在宿舍里唱，听着胡林生就去了。我是196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他也是我们的一个校长，一个校长。民国老八，在北大的时候呢，也当过一届社长。啊，北大就是。那时候拍过一些传统，也拍过一些现代。您拍演戏吗？您拍演过啊？我演过这样的老戏，有演过。就哪个片子是反派？啊，我演的老戏。哈哈哈哈哈哈！现在他们演一个。有一个那个民的队长，民兵队长呢，就上那个老弟子的当，我呢就教导他，对，他也教导老师。当时就是带一个民兵到剧场去录，拿一个本画的那个位置图怎么建，然后写了一个材料，那个热情真高。一个暑假那就是什么了，就跟着上民兵老弟子回来咱们就排。所以我就大概一个礼拜十天吧，反正一个酒厂的大戏就出来了。是一个文化层次比较高，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曾经经历过京剧的鼎盛时期，多年从事艺术活动的这么一个票友或者业余京剧爱好者的一个群体吧。这里边很多都是用那个行话来讲，都是戏偶的戏包，他们会的没有这么客观。七岁的，
你们这些同学都是校友是吧？都校友，他们都比我晚得多，都比我是。我们都是晚辈了，谢老上北大河还没有我呢。有两代人吗？在这里面，两代、三代。小北大，唱老师。现在这里头有一个父女两代都是这个社，那就是我们的沈研究员，沈乃成同学和他的女儿叫沈什么？沈俊梅。沈俊梅。那阿姨们给他东西上，那东西去上。